不是石浦菩萨，都叫浦。说石林菩萨都叫林。他这以石为本的，像好比就像日天子，那十个都是日天子，这总称，他有别名呢，别号呢。这个无奈意，随着每一个天子所证得的，只能说他这一部分无奈，无奈就是无障碍，无障碍，他行这一道的法门无障碍。然后第五吧，他的体离开一些障，离开一些惑，说要身要智都成是光明的，说无障碍是普照的。但是他护持众生，护持众生，护持众生呢，他有三种的精气，一个地精气，没有阳光抚育，五谷不能丰收，不能成长。还有众生的形貌的端严丑讷，形体的大小。那随着众生的精气，没有住籍，还有法的精气，就是修行的持戒、引进禅、慧方、愿力、智，修行啊、持戒啊，这些个，是法，要法说的。买一个日光天子。这个十个日光天子，各个说的法门不同，实际他们十个是互相通的，互相通的。前头讲个，第一讲净光天子，那第六个也讲净光，跟净光相等，身、智有两种光。身心是清净的，清净而有光明。他的，因为他信佛、信三宝的，乃至信他自己的心，是深广的，永远是欢喜的。日天子第七个，他是以他所的功能说，功能说是光明了，光明是从心放出来的，心光，心光。精勤修行，一切的善业所集聚的，所放的光明。那么第八种是大悲海。那么经常说无缘大悲，这只是菩萨的祝福的愿力了。无缘大悲，咱们举个例子吧。就是现在我们，我跟那有缘的，在对我们来说很少。咱不说是60人口，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的13亿人口，你有缘的才有几个呀？很少很少，直接着的、间接着的，恐怕10000也没有啊。这个无缘大悲，什么因缘没有，我大悲心要拔得苦，拔得快乐，这只是说你的发愿而已了，愿呢。而距离40很远很远的，把愿变成40，这个大悲海呢，是指着佛说的了，无缘大悲。无缘大悲，就是佛最初发心修道乃至成道。如果是佛能示现变成水，说这个山上没水，那佛都能示现加持让那山有水，
修道者就能在这的执掌，就能修道。这问题你看着好像很神奇似的，这个山原来没水，但修道者一住，你挖它就有水，但是水不大，能够你的生活，想多得没有。那你道心退，或者你没道了，这个山水断了，那你该走了，缘尽了，缘尽就得分手，你再住下去你就得饿死渴死。你在哪儿住着没缘了，你走吧。这个含义就是这样，说佛是无缘大慈大悲的，无缘大慈大悲，普利一切的。愿力啊，是入世啊，没缘的还是渡不了的。佛门广大，无缘难入，他不进你这个门，你说了他不听，他不理你这套。啊，人家那个讲练耐的，你跟他说去，我去当和尚当比丘尼去，他给你干嘛呢？他听都不听你的，这叫无缘啊。但是他有他的业缘呢，他善缘就没有啊。就是佛门广大，无缘的难度，人跟人之间无缘，无缘你接触不了，你怎么能接触得了他呢？而且人类啊，好像没，好像是没界限，实际上人跟人界限非常的清楚，你相信吗？你是学哪一类的？你读书的同学好像在一个学校里应该都一样，但你学的科不同，科不同，那你毕业了，各走各的行业，也有转业的了。俺所学的非所用，用不上。佛学不是这样子，你学了就能用得上。你开始一学，断烦恼，这个谁都用得上吧？说求解脱，哪个都用得上吧？懂得这个道理是。无缘大悲，我们经常讲啊，无缘大悲啊，因为铜铁都有佛像，很难呢、啊，很难呢、啊。在这个上，有时解释很多的，很多的，解释很多的，跟我们来说，你没办法进入。你能够四相一一的三相，佛等你证得了，你有这种力量。现在我们就变不了，我们这个肉体啊，你没到解脱境界的正现前，你变不了。你心光发现不出来。说我们现在是人，我们能变个狗去把那狗渡了，你变不到。变了之后渡了狗了，你又还原了，又是人。人又变成菩萨，变成个日天子，去度日度太阳神去了，办得到吗？这个妙用啊，是大悲海的大悲作为道场，就像那个他用海，用海里头能出很多的宝，一切宝物都在海里是藏着，蕴藏好多宝，你能得到吗？你要有了福了，那海神。龙神就给你献宝来了，献宝来了。懂得这个含义就行了，这是形容这个日天子的。这个日天子，第八个日天子叫大悲海，第九个天子他叫是发生，发生除障碍。在佛所发生清净心啊，供养一些诸佛，一些障碍都没有了。反正每个天子都说他一种德，说他一种德。
完了，这十个加起来，只是佛的一部分。十个一天子得到一部分，啊，十个四方天得到一部分，嗯，是乃至于往前所说吧，咱们说这个华严海会的，嗯，每一个菩萨，嗯，都能跟佛有一部分相应，嗯，像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多份相应。都相应了，跟佛相应了，跟佛融为一体了。嗯，是重新的又来说，而是日天子，他成佛的威力，遍观一切的日天子，赞叹佛，跟前头都一样的啊，他这个次序程序啊，每一个的经的序序都一样的。赞叹偈子有时候就不讲了，大家体会，咱们前头说的很多了。如来广大智慧光，普照十方诸国度，一切众生显见佛，种种调伏多方便。前头两句是佛光普照，就是净光普照了，后两句后一句是见佛得的利益，因为佛有种种很多方便，破欲辞，破黑难，拿什么来呢？拿智慧光来破。这智慧光就表明是多种的方便的智慧，是智慧行方便，是想了种种的方便善巧，来利益众生。就是应以哪一法得度他，就给他说哪一法。这得对机呀，要观机说法。如来三相无有边，随其所要悉现身，普为世间开智海，艳阳入世观于佛。是艳阳的日天子，他这样来看佛的。他说佛的三相啊，没有边际的，又没三相，于是法身而现的三相。你要喜欢见个什么，佛就现个什么身。大家可以从这上理解，泰国人照的像就是像泰国人，在印度人的照的像就像印度人，日本照的像你看就跟日本人差不多，啊，咱们大陆照的像，汉地的跟藏地的照的像都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他喜欢这个样子，他就照出了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佛身普现的意思，随你众生照什么缘，照什么缘。这还寡说人类了，照的佛像了。那其他的类的众生呢，就不是这样的了。燕眼天王他这样看佛的。佛身无等无有比，光明照耀遍四方，超过一切最无上入世法门欢喜得，欢喜日天子得的这个法门，唯利世间修苦行，往来住有无量劫，光明遍尽入虚空，宝月能知此方便。这一偈颂嘛，修苦行，修苦行，我们要出家修苦行的也很多，现在我们这个修苦行的现在少了，不过到终南山、普陀山、九华山都有。咱们五台山也有啊，住那茅棚的那是修苦和修苦行的，修苦行的。苦行的含义呢，就是使你肉身呐、这肉体呀、能够维持生命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
还能维持生命。我以前在上峰山，看什么上峰山那个，俺们叫光这个修古坑的叫老修仙。那老字不代表他年龄老，说的一年入世，两年入世，老是这样做。苦到什么程度呢？饭没得吃，他怎么活着呢？他照样活着。逮哪个山修行人，他吃什么？挖那种草根子，那种草根子不叫草根子啊，是黄精，黄精。他夏天时候，他长完把它挖出来。好像像萝卜没萝卜那么大，啊，比手指头是粗的，很长很细，吃这种东西，能吃的人呢，身体飘轻，这是道家把这个当成粮，叫黄精，好像天然的似的，给这个修道者生这种物件。但是上峰山吃的方法呢，不同。他要九蒸九晒，把它蒸熟，完了再把它晒太阳，晒太阳完了又再蒸，蒸完了再晒，蒸九次晒九次，这大概古来行道者开了悟了，传授这种方法吧，另外呢，那个山上有种那个香椿树，野生的啊，香椿树，把那香椿，如果有那个人家上山供养，什么都不要，就要盐巴，把这香椿跟盐巴揽一揽，跟这黄精吃，这是饭菜，饮食入世，一件纳衣，一件纳衣。几十年就一件纳衣，这苦行啊，住在洞里头，什么都不需要，还有床吗？没有，石头就床了，大地就为床了，地为床，天为被，天都是盖的被盖，他叫苦行嘛，行苦行嘛，身无长物。那苦行多种了，那外道的行苦行的多，跟佛教的苦行不一样的，像四火婆罗门呐、什么九十六种外道都是修苦行的。他过去发愿，叫苦行僧嘛。咱们这个佛的弟子当中，迦舍尊者，常住寂静处。他是行苦行的，行苦行的，这是第一种，满他自己本来的愿呢，行苦行的，但是他自己欢喜，愿意这样做，无累无挂，咱们现在不行啊，咱们现在的滋生的工具，要刷牙漱口啊，那时候嚼嚼树枝，这都一。嚼杨枝，我跟我们老法师弘一老法师说，有牙刷牙膏他不用的，他用那个嚼杨枝，在他圆寂时候，你现在要到那个福建泉州，你看老法师那个遗物里头就这么一捆一捆的，怎么我们要整理好了什么呢？杨枝，他在圆寂时候还攒了很多杨枝。他还没教完呢，他每天早上拿羊子耍，这些苦行一种啊，几十年一双鞋，几十年一把伞，他自己补，补了又补，几十年一张蚊帐，那么还给他个挂在那儿，蚊帐是补了好多补的，也是苦行僧啊，行苦行的。
但是他有智慧，他智慧造的苦的性体，苦的性体是不苦的了，行为是苦的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些苦行僧感觉到很苦，他以此为乐，这就是思想问题，他不因为是苦啊，他这很快乐，无挂无奈，什么无求无得，什么也不要求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荣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各位道德，阿弥陀佛。世间如果有佛法，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把佛陀的正法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多关心生命电视台。更要感恩的是，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到处去邀集人家来收看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哦，到我们家里来收100块，一个月收1000块。这些大菩萨，我们看到他就是生命菩萨，赞叹他。但是也希望各位呢，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，做得更好，更好的内容。那么全世界的有情生命啊，哦，放生啊，戒杀啊，施食啊，救流浪狗啊，帮助每一个人学佛啊，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内容的广大。所以各位呢，不断的来护持投入生命电视台，我们买更好的机器，制作更多的动画漫画，弘扬到全世界，那这个世界就得救了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功德是太大了，各位护持的功德更是大，随时护持关心生命电视台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简称生命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苏伟如。武汉肺炎非常时期，降低集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有助防疫，避免参加人数多、近距离、长时间的大型活动，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。如果参加活动，提醒您：一、尽量与他人保持1公尺距离；二、随时保持手部卫生；三、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。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，因应活动办理，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，例如场地设施消毒、掌握人员健康状况、备妥防疫用品等等，为民众的健康把关。最后提醒，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，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，降低被感染的机会。这是佛陀的心愿，这是菩萨的心愿，只要不断弘扬佛法，就会有那么一天，不在乎需要多少年。
去路途多遥远，只要佛法尚在人间，世界有一天会改变。各位养成习惯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尊重万事万物啊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树我看不习惯就把它砍掉啊，树里面有树精啊，土地有土地公啊，你要挖土你要给他洒洒净，报告报告啊，啊你一挖你不管他，一下你就出车祸了，一下工人就跌倒了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虽然我们拜佛，佛是圆满的，但是世间诸神是存在的啊，但是你也不要说你拜佛了看到土地公就不能拜，哎，免拜，错了，你家里的地基主要拜啊，啊，家宅五神呢，我们叫五方五土龙神，啊，各位你要感恩，因为他照顾你，照顾你，虽然他不是佛，但是他照顾你，这是他的责任。门神、水神、灶神，家里有开煮饭，煮饭要拜灶神，啊，灶神司命昭君，负责登记你家好坏好坏这样。啊，然后呢，报告天地，报告地府，这个叫灶神。你不要说我学佛了不用来这一套，那你错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些地家宅五神、地方神，我们都祈求他皈依三宝，我们尊重他啊。所以各位，你拜佛了，还是要叫七纲啊啊，天官那么地基主，你要用素食供养感恩呐 啊愿他发菩提心呐。啊，这些佛教里面啊，啊，尊重万事万物。再来发心，啊，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。今天我们所做的，是针对所有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所做的功德，要回向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愿他们都成佛，这样功德才大。各位很简单，你布施100块，有功德。哦，回向你儿子好好读书，啊，回向你先生好好赚钱，有福报。但是福报太小，如果你用你儿子的名义布施100块，回向给整个世界的众生都有福报都离苦，你等于布施了1000万亿美金的功德啊！所以你回向的面向越大，功德越大，要了解啊！所以你希望你的妈妈赶快有福报啊，你就用你妈妈的福报啊，去点灯啊，去供香啊，去放生啊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所有世界，特别是地狱鬼道。都同享这个功德，哎呀，光这个功德，这个叫发菩提心啊！啊，妈妈马上就超度了。所以我们在做供养布施，不是比钱多的，而比你的心量大不大啊！所以我们以动机决定功德，动机决定功德。当你供养一朵花的时候，哎呀，当愿所有众生修忍辱，外表庄严，将来坐在莲花往生净土，哇，你这一朵花变成成佛的资粮啊！这个就是我们。修大乘佛教，做什么事情不能自私，不离开菩提心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发菩提心啊，发这个菩提心，然后我们来做后面的所有功德。所以从今天一直到成佛，都皈依三宝，精进修行，然后当下所做的一切功德都要回向有情众生啊，愿他们也都成佛。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大悲心啊，啊，这边的土地神，这边的众生啊，这边呢被吃掉的海鲜，学校的小朋友的祖先，他身边的冤亲债主，他们都得到功德了。这个要有无量心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发心，来一起念24页中间来：诸佛妙法现身尊，直至菩提我皈依，我以所修诸功德为力，有情愿成佛。